田太医，你和夫人是怎么回事？他为什么要救你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，春花，谢谢你。你看，你为了救我，都搬救兵到小侯爷那儿去了。你应该谢的，其实是小侯爷，他为了救你啊，差点跟杰帅府的人都杠起来了。你们两个先退下吧，我有些话要单独跟田太医说。是。是。小侯爷，您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？您表情那么严肃干嘛？刚刚我第一次心乱了，我第一次觉得基辅为什么这么大，我觉得通往你的路为什么那么远。一路上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我来迟了那该怎么办。谢谢小侯爷及时赶到。小侯爷，小人脸上还有痘痘，别传染给您。对不起。那你先好好休息。恭送小侯爷。Thank you.